谢谢。有没有要吃肉的？绝对安全，绝对不是催出来的。对，看看这五花肉多好。哥，有买好吗？你买肉吗？我。哎呀妈呀！你抢这么多了。对啊，我买肉，但我没钱，行吗？我帮你吆喝吧。走，没钱都走。不是，我其实不是来这样的，我是要看一下单子上面还有什么。蔬菜、鸡蛋、肉、鱼。还有鱼吗？对。还有调料。那你慢慢卖啊。走，快走，快走，没钱快走。是老板已经有我一个没钱的了，再弄没钱的。哎呀，大婶儿，买啥鱼苗啊？买一条来。买一条那个，我也想买一条，但是我能买鱼，但我没带钱，行吗？没带钱，不赊账。我不能赊账，那我也没我不这怎么办呀？不能赊账，那你说我能拿什么跟你交换一下？然后完了啥交换呢？跟你啥交换呢？还有拿钱怎么交换？拿交就能拿钱交换。这货真价实，东北大妈、太厉害了。啊、那我给你唱一歌行吗？你给我唱歌吧，我听不下去。我有种聊不下去的感觉了，怎么办？我听不下去歌，我听歌我天天在干，你来听了不好听。那你说怎么着你才能送我一条鱼吗？来，我送你一条鱼。那你吓跑了，你是咋整的呀？哎呀，谢谢你。祝你的生意越来越好啊！你也不买我一条鱼，还没带钱，你咋好不得卖钱回去吗？不是，我是又被训了一顿吗？不是又被，哎呦，太惨了，这两天没带钱买鱼。哎，我能自己捞一下试试看吗？给你，那行，你捞一条让我供你饭来，捞吧，给他。还有，我跟你说，亮亮，你不上台里当主持人，你真的可惜了，我跟你说。来，试一下，这怎么捞？哎呀，捞着哪个给你哪个。哎呀，捞起来了，这算了。哎呀，我就抓这条了，我跟你说，我今天就跟他杠上了，就是这条，就是你，爆丸，你给我站住。那听你的，现在。哎呦，不是。哎呀，你得给我一个袋子呀。我给你袋不行。啊，袋不行。给你袋不卖鱼吗？白给抓。不是，等一下，我来想一下这个逻辑啊。大妈说能送我一条鱼，但袋不能送我。对呀、这现在是个什么状态？没事，我直接给他更爆料，报死就得爆了。这叫上有政策，下有对策，你知道吗？一人捞起来，都抱着条黑。大妈，我跟你说，我这别的鱼还不要，就给你黑鱼。一下子三四条鱼就进筐了，感觉，但是最好还是拿了一条。说谢谢你们，真的谢谢你们，希望你们生意兴隆啊。然后那个这边大妈的鱼特别新鲜了啊，然后赶紧来，走过错过不要错，不，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啊。原价一条鱼998，现在只要9.8，赶紧的。都付出了血的代价，这是鲜血换来的一筐菜。